主席，各位同仁呢，哈，本院委员许忠信、邱世伟等16人临时提案，有鉴于近日学童的营养午餐呢屡屡出现卫生疑虑啊，例如蟑螂等问题啊，建请行政院督促教育部呢，哈，尽速订定学童营养午餐业者违反规定的惩罚与解约规定啊，作为各学校管理营养午餐业者之依据，以维护学童食的安全是否有当呢？敬请公决。